糖豆，老父亲叫我糖豆怎么睡猫砂盆了。糖豆可能是嫌别的猫老是上他的厕所，你知道吗？从昨天开始陆续的他们就老来这屋上厕所，所以糖豆就睡猫砂盆里了，不让他们来。糖豆，你真是幽默，笑死了。糖豆这眼神，天天来我这儿上厕所还吃我的猫粮。昨天晚上我就跟老父亲说，我说糖豆食欲变好了，这晚上的猫粮咔咔咔咔的，听着嗑猫粮的劲儿可大了。后来老父亲说，嗑那不是糖豆，是弟儿哥。弟儿哥老是来这屋里头吃糖豆的月子餐，晚上咔咔嗑的是弟儿哥，嗑的那叫一个香呀，声音可大了，跟闹的耗子一样。弟儿，又长二斤不？笑死了。我说弟儿怎么变胖了呢？月子把他做胖了。弟儿哥，我既然舔了小猫屁股，我就得吃这份月子餐。你看看小猫，哟，睡得真好呀，胖嘟嘟的，过两天就该睁眼了。哎呀，萌死了，真可爱。哎呀，可爱死了，过两天都该睁眼了。快了。你看那个眼睛缝逐渐出来了。哎呀，还有小指甲。你看，想像小熊掌一样。你看糖豆回窝了，弟儿哥又跑那上面盯着人家去了。糖豆，我们要去送姐姐了，你在家。糖豆，糖豆你可护好了，他们都盯着你的孩子呢。弟儿哥又跑那吃人家饭去了。你说弟儿哥这都多大体格子了，还在那人家偷偷吃猫粮呢。你看吃的香呢，他现在不吃外头粮了，就吃屋里的是吧？来了。然后牛奶也喝人家的。不是牛奶。羊奶粉也喝人家，真是跑这坐月子来了。人家就很怕吃品的。是，你看这家甩了，你看这甩了劲儿，你看，谁儿子用不着他在这补餐呀？他又不喂奶。笑死！老弟，弟哥你看看，还写的这个糖。姓唐的唐，唐僧的唐，唐僧一个辈儿的，他叫唐僧，他叫唐豆。第二个他也不看呀。你管你舔啥，你还舔啥？你看一眼弟儿，你看一眼，你看一眼弟儿，你看一眼，你读，让他读，你给他读一遍。你看，不能别的猫吃这个饭，除了唐豆。他又吃去了。哎呀，糖豆都可无语了，对弟儿哥，就舔了两泡尿，月子餐都给我吃没了。这个是什么呀？不能别的猫上这个卫生间，还是卫生间，还不是猫砂盆。他吃完了，弟儿哥吃完了。又要上他的厕所了，胖妹。哎，快走！对了，我看懂了，我不上，不就是出去上厕所吗？走，走了，你出来吧，你出来吧，出来，吃饱了，出去。你看胖子那屁股，无语。这个